我职业本事就做了一件事，32年到了这个区。长坝村呐，山高坡陡，我们老百姓呐，吃水贵无油，家养穷呢，就是没得水。我当时就是这样想嘛，我是个共产党员，我必须要带领群众爬掉老百姓的穷根。我的决心就该把水修过来。这个水啊，就我们这走啊，有几瓶盖到东南山就来了。2022年就开始修啊，只有100多公里。当时啊，把建的时候，北都庄姐把我吊下来呀，怕在桥上趴呀。我第一次13年没修成功。没得经验，我们有教训。区里面通知我跟学习水利，我的精神来了，加决心学嘛，学完我们就干嘛。当时的老百姓承诺嘛，能够拿生命换，失败了哪里摔下去要哪里爬起来呀。第二次3年就修通了。大坝渠的沟啊，总长呢9公里，主沟呢有7公里，支沟呢有2公里。毕业过来了，长坝的人民呐、啊，有水吃了。这个水过来了是1200万，走了80万斤粮食呢，大米有吃了，温饱解决，带来了我们的经济发展。老百姓高兴了，家乡改变了。这个变化太大了，没有当时这个黄老之说的这种精神，没有我们现在的今天。是用手啊，钢筋水打了15年了，黄之说确实，还是带领群众把这个水修成功了，大家就很高兴，很满意。每件事情都有难了，不怕。我们的条件是人给创造的，坚持不要放弃，要有这种一个人上的精神。